我们今天继续来一个 AD 银阵兄弟们。选一个 AD 银阵兄弟。OK， 这把感觉是认真打银阵。狂暴，为什么他会给这个铭文带什么铭文呢？攻速铭文吧，我也不知道要带什么铭文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电刀兄弟。好多人来这里呀、啊！我的剑从高悬在世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宣告闪电的到来。这我们在这边发育就好了。让你看看什么是真弄。哇，他一这个干起来果断的选择在银马池这边发育，可见银马池还是大家共同的喜好。哎呀，为什么把它卖了？有意思。
人马群那边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是由行动创造的。我感觉我们好像还是可以靠近。果然有个人啊！我不是说很想和他硬碰硬。在你们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君王。我的剑从高悬在世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宣告闪电的到来。向所有人显现的东西才叫公正。相信人的善良。在你们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君王。哇，谁能把这整片野区给吃完的话，它真的是很肥啊，兄弟。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君王。我的剑从高悬在世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宣告闪电的到来。Thank you.
九十六八的攻击加成。我感觉我们攻击速度要溢出了。风暴来了。我的剑风高悬在世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听到闪电的到来。哎呀，跑错边了，要北上。律法不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是由行动创造的。跑错边了。在你们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君王。别相信人的善良。没时间聊天。显现的东西才叫公正。我的剑从高悬在世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宣告闪电的到来。律法不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是由行动创造的。在你们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君王。风暴来得好快呀，差点反应不过来。别相信人的善良。显现的东西才叫公正。好，伤害好高啊。我的剑从高悬在世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宣告闪电的到来。有点不够钱啊，兄弟。在你们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君王。别相信人的善良。
天哪，兄弟！还差100多块。我的剑从高悬在十人上空的乌云里落下来，宣告闪电的到来。行动起来之前，我是个形单影只的兄弟，我差点钱呐、啊，兄弟。OK， 可以了。别相信人的善良。这吕布好肥呀、啊！律法不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是由行动创造的。其实他打不过 AD， 已经真的呀。可以，应该是吃鸡了。他攻击力的确高过我，不过我们伤害也不低。可以吃鸡了，兄弟 AD 赢阵就一把，直接把里面资源给秒了。谢谢大家，再见再见。